在廊坊做，没错，就是做肉饼，手法呢和1000多年前老祖宗做法一样酷炫，味道嘛，乾隆皇帝吃啥味儿，我就给您做啥味儿。我爱肉饼，爱听星辰。我要长夜，就是我。那位美女，她在说 ：“It's so international here。”谁的心在说话呀？是那位正舔着糖画的小朋友吗？这肉饼也很神奇的好吧，再让我听听这小两口在悄悄地说。我也能整两句儿，哟，谁笑得比我还大声啊？啊，原来是老两口啊！放心吧，我们这儿好着呢。每天看到他们笑，我真的超级开心。哎，我也好期待啊，我的幸福。让我看看，没准儿奇迹就出现了呢。会读心术，猜猜本王想说什么？这么近，那么美，周末到河北，我在廊坊等你。